哦，终于到这边了，哇！然后探过来，现在是涨潮期间啊，我们又抓紧给他换，赶紧回去，这一个粉丝包里可以，一个出柜，我在家里密室的连接的，哦，就是这里面一个圈圈，他跑不出去的，直接就不会把的，暂时给他清干净的带走，期待过年天过来收获多多吧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全，我今天又来到这个乱资坑这边，好久没过来了，啊，昨天过来下了一个密室租费，啊，今天过来准备过来给他盘一下，啊，因为这个坑是这间安吉的王先生包的坑，今天过来给他盘一下，期待收获多多吧，看你看这嘴特别浑浊，一直在冒泡，那我们直接开盘吧，来来来。 天又黑了，圣诞早上的天黑有点吓人，暴风雨又来了，哇，最近可能下季雨季快到了，那我们开盘吧，开盘。 这收干了，我这边是这条，哦，这应该是收它就一直就看到你了，来来来，跟我比较，哎，哇，庄子，这条最起码有一斤啊，这个贵，这个一斤的话，现在进鱼系的话最起码100，平常就80，可以可以，太可以，哦，之前过这条，哦，差不多2年多到3年吧。 是吧？收了，先掌握，掌握，嘿嘿，有一条，哇，这边，哦，这，我包坑这么久，我都没抓到过这个，可以呀、啊，这是可以，差不多1年多到2年，有，可以可以，这，这，好好的给它找一下。 摸到什么大货？哎，你跑！哦，看，哦，哎，我抓头，我抓头。王先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嚯，躲在一只，真的一个猪腹以来这么大一只石蚌啊！这只差不多7、8年应该是有的，8年应该是有的，一次就能卖个300多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赶紧抓紧再找一圈。 这一条就不怎么亏了，可以呀、啊，这我们得认真的给它找一下，有时鲜货的坑我们得认真一点。哎，两条什么鱼？哇，嘿嘿，我就捡一件钻钓，哈哈，两条土鸡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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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件钻钓，算了算了。 小鱼仔特别多，现在这个季节，小鲫鱼比较多。哦，19股，哇，这边看，哇，又一只，哇，这是最起码2年应该是有了，嚯嚯，巨毒海货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给他搬过来，这可以呀、啊。 哇，今天抓的都是练货啊，可以呀、啊！啊，我也看到一个很长很长的东西，下来不可以下一下是什么？我看到它尾巴了，它在高，哎，这个放好，来，图文要放好，不然啊，顺潮的就糟糕了。哇，都是只鲜货，这边看，哇，好大一条啊！这是大啊，可以，好吧，这在石头底下不好抓，石头慢。 他就喜欢钻啊！我的脚，哦，又砸了一下。他就喜欢
嘿嘿嘿嘿嘿，哦，可以呀、啊！哇，这么大一条石头嘛，哇，今天真的这，嚯，都是烈火，可以。那、啊、好，必须得攀石头了。哇，落好多坑，这个坑好久没过来。好，刚刚开始抽它就在冒泡，得认真的给它找一下，准的。哎呀！王先生今天是包装不赔了。这个，哎，这边有个螺，我看是不是有漏的。哈、哦，有漏的这么大的，带走。这个螺的话不能寄，只能偏一大圈了。来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哇，这条石斑最起码有个8连吧，8连差不多340左右吧，应该是有了。好，这是小的2连。2连的一斤，现在好像2连多的一斤好像是280还是多少，50几块，加那个将近400。这个最好吃了，这个我们这边是拿去蒸的，然后那个味道真的一级甜，也不用放什么调料，就放点老抽啊什么的，然后料酒就可以，然后放点葱就可以，别的都不用、啊、然后这条最起码可以是个100块，差不多500了。那这条鳗鱼轻轻松松，然后还有19公啊，还有那条花青嘛，轻轻松松值个100多是没问题的。今天抓的全部都是练货，可以呀、啊，王先生，抓这样的货，真的这六坑饭的抓这样的货，大熊也特别高兴啊，家人们也高兴，大熊也高兴。好了，那就。我就不拿回去结尾，我就直接这边结尾了，因为回去再撑麻烦、啊、要下雨了，回去我还要给他处理一下内脏，然后拿去冷冻一下，过两天寄给这间玩具的王千珍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好，喜欢大家呢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